家好，我是今天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妹妹一起来到了动物园。我很开心，我们今天来是因为今年虎年，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了老虎，还有其他的动物。今天来还要预约，对不对？现在动物园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预约，不然你可能会等很久。那今天是初几呢？今天是初五。嗯，对。初五来预。我今天是初五来预约。我们现在走到的是儿童的动物园区，跟这里是排队很长很长的。对，是在排那个火车，很多人应该很喜欢走去。你们在路上有时候可以看到动物，有时候不会。我们现在正在走上去坐列车。你如果没带悠游卡没关系，你就直接付5块钱就好了。有时应该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要排队。说要等一下下，有它的车上的很，它有特色就是它都会用是有动物的图案，它的花纹、它的纹路，这样。对，像现在有些有可能有它每一个都很像小火车，但你进去的时候，可以去。你要刷卡。嗯，对，刷卡。马家。我们现在上车，它外面的图案是像森林的。我们要坐在上面，我们要坐去上面，这样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走路。拐，这是我妹妹在安荣。我们喜欢企鹅，我妹喜欢企鹅，企鹅很可爱哦。可，我们刚下完车，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两栖爬虫馆。我们这里面是大概是像蜥蜴、蛇那类的动物，对。这个叫做球马，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绿树马吧？这里馆内很多蛇类，乌龟啊，蜥蜴啊，这里是蜥蜴的地方，这些玻璃里面都是蜥蜴，还有小小的蛙，有一种非常小的青蛙叫做箭毒蛙，我们目前是还没看到小小的箭毒蛙，但是我们正在找。应该很常会看到这种雕刻的，这里是乌龟，超级无敌可爱，也可以来看看。这是哪一只？它在我上面再去 Wyoming 的时候。哦，有摸过。对，我有摸过。它没毒哦。没有毒，他们的它有些在这里。有摸在这里耶，对。跟图片不一样。对啊，有些很缤纷、很色彩，感觉很像是有毒的。你们就会感，这是让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让他们保护自己这样。
球藻丝，好可爱哦。嗯，就一颗一颗的小石头动来动去。哦，是活的耶。是哦。对啊。它好像是光合作用而产生养分，然后再变成这样。嗯，现在的企鹅馆，现在里面有人工智能的那个小企鹅或大企鹅，他们对，我来找一个地方来看企鹅，来吃它。现在很多企鹅是鱼肉，上面还没有好可爱啊，都是鱼肉。有没有看到企鹅？不去。然后我放那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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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什么？你看那个在走来走去。对啊，那个在睡觉。什么东西？上面是不是一包标本啊？然后就犀牛是什么味道？还是马？马，应该是马。啊，对，爷爷马，这里有爷爷马。所以 ，baby， 你刚刚学企鹅怎么样？企鹅它的脚，它的脚这里。它有两个血，它会把冷的血先往上去，把它像把它过滤一下那样，然后结果它就会把热的血再把它放回脚里，因为它雪地上走路啊，它走路会很冷，如果都没有你脚如果不是你脚就会没是的走路很冷呀，所以他们才就会这样血就一直这样。循环这样，你怎么知道它很会放屁？哦，真的，真的。你有闻过吗？那个叫 buffalo 哎，在美国的很多。对啊，它超级会放屁。啊，真的 ，American bison。对呀。它冷了，它睡觉。你有看到吗？没有啊，正在找。它躲在最上面。臭、哦他们的这是什么像？这是我看一下。这是非洲象，很臭。好了好了，这是非洲象。那我们去换。我们现在要进鸟人，他们有这些黑色的一条一条的 chain， 要剥对 chain。要剥开，这是鸟的 habitat。为什么要剥开？你觉得呢？因为如果鸟就这样，门都是这样，那鸟一进会飞出来。好。对，然后就会有鸟不见。Oh, so many flamingos. It's the flamingo. A flamingo what? It's a 黑白的 That's not a flamingo, that's a duck. Hello, 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大很既然在树上它是爬的还是飞的那快点姐姐你看过谜团口罩拿下来好像没有河马哎、欸，有吗？日本妈妈，爸爸抱我一下。哎、欸，有一只很远。哦，我看到了，暖冰棒了。我拽一下，Thank you.
这是一点一点狮子口水，你怎么知道？应该是雨滴呀、啊，还有没有下雨？不然这里为什么没？现在我要报告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现在没有非常动物，现在都没有非常动物。Oh no！ 为什么？ Oh no！ 现在完全一只都没有，为什么？狮子没有，连白犀牛都没有。哎，那里有 something？ Yeah。那是什么？水彩呀，还有 monkey， 好，1、2、3，来，来跟他抢香蕉，来，哎，对对对，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斑马 zebra 的 habitat， 他们的身上是一条一条的，他们很特别。他们现在目前在吃草，后面也有几只呢。哦，这上面有水果吗？哦，所以 giraffe 都回家了，只有 zebra。这应该是 giraffe 的地方。好吧 ，then let's go。我要拿给 zebra 住。Hello， 上面现在有一只狮子。跟一只母的狮子，感觉有点像 Lion Guard， 小狮王守护队。对What is it? Oh no, dutiful hornbill papa. 你看他们的头上还是两个角。对，但是它会发声。它在吃。它声音可以发。今天我们来的初五日虎，是我在这里。嗯，在后面。你等着。看到吗？哎哎 ，there it is。外婆。你叫妈妈给你照，快点。哎 ，smile。旁边，旁边，看得到。哎，哎，糟糕，又回头了。哎，看到。没下课，坐过来。好像他们都是去，他一直想。Behind the bush。他要想回他的窝了，他要进去，要回他的窝。终于遇到初五日虎了。刚刚就这样等着下班，然后门就打开，结果过五秒钟，嗯，嘟嘟，老虎是在哪一区啊？雨林区，雨林区是吧？热带雨林区。哦，这是很大，它里面没有穿山甲管，但它旁边有，它里面没有穿山甲，它旁边有。对，然后我们今天也太晚了，所以也没看。现在我们到了熊猫馆，也没看到下班了。我们今天太晚了。对，我们今天差不多一点来的。对啊。哦、no, ，我们今天3点来的。哇，那真的很晚哦。所以可能要多2个小时才看得完。应该是要1点来，但是我们这样拖时间就变3点来。已经去完动物园，正在下了去了。我今天最期待看到的是，狮子，但下班了。我最想要看到的是虎猴，也下班了，没出现了。对，今天玩得非常开心，但是很特别，就是很多动物都。没有，要不然就是一个动物，像说，假如这一个地方是要放，长颈鹿，结果是放别的动物，很多动物都下班了，我很好玩，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拜拜。拜拜。好可爱啊！好可爱。
不是拜拜了吗？